本集影片由 UP 直播赞助播出。拿个水，拿个水。哎，排到了，哎。哎，又没有 AP， 我想一下。该不会又要赌了吧？感觉又要赌啦、啊！哎，再赌一把，再赌一把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怎么讲？很有可能是葛雷夫中路啊，葛雷夫中路就很怕赌啊，很怕这个毒王啊，打吸血鬼啊，自然也是很不爽啊。但是打吸血鬼，我们可以一直跑线啊。什么叫我的毒没有解药？什么叫我的毒没有解药？其实我一直不太懂，我一直不太懂这个。什么叫我的毒没有解药？跟破雨有什么关系？我不太懂啊。我的毒没有解药。为什么这种影片有30万人看？有时候我就是不懂观众的笑点在哪，不太懂观众的点在哪。看，有星级的一等怎么可能输？那星级的真的是一等之鬼啊，一等之鬼啊！什么？今天有人玩星级的中路送分是学我的，哪是学我的？我的星级的是不送分的、啊，我的星级的真的强啊！送分的不是学我的、啊、，carry 的才是学我的。听你搞清楚这件事情，送分的不是学我的。我明天要休假了，好开心啊、哦！终于可以休假了。人类在枯燥无味的工作环境下，日复一日的待了很久。让我看看，不要！好死他！我走了。哎。又爽了，我们打野一波。他不 carry 的话，真的说不过去啊。这把他不 C 一下，说不过去啊。无一堆掠食者慢跑搏斗是你啦 ，Q Q Q。又我住第七八九，真的吗？不是啊，那他有可能在你对面吧？不是啊，我也是学别人的，那你不能怪我吧？我也是学别人的，那我不是很无辜吗？对不对？我也是学别人的，对不对？滚开！你这个烂猪头！好烂！什么水平吗？吸血鬼，妈连屁男都打不赢，真的很丢脸。我讲，身为一个血鬼专精玩家，你真的很 shame， 很 shame， 你知道吗？都太无情了！心急的、欸、给你投了，不错吧？我真的给你投啊，我人真的不错啊。为什么吸血鬼是一滩黑色的 ？Good， 我帮你翻译啊，很好啊，有种你再助我一次啊，很好啊，好啊，有种你再助我一次啊。他 Good 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屌啊，你再助我一次，有种啊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就再助他一次，真的，你就再助他一次。送爽没？没事啊，我来处理啊。就你这水平还想推完线、啊？好，好，这是河道呢，我有水行者。大师要帮我啦！好，好，好。走了啦！干你不要走！你干嘛？你走了！暴气哦，没有看到别人暴气是不是？我真的要暴气了！我真的要暴气了！你他妈什么水平？这个打野跟哪来的低能儿啊？干我用鸡鸡响都知道打不赢！干真的，我他妈用鸡鸡响都知道打不赢！这么打哪来的低能儿、欸？干他绝对没有鸡鸡吧？干真的用鸡鸡响都知道打不赢啊！抱歉、啊，太无情了。抱歉啊，心急的，太无情了，史丹利。这个也许有点痛。Nice。哦，靠背减一。碎了。这么高水平的中单在这，
大局啊，他们打一个人。哎，扭掉啊，零距离扭招。干，一个人翻两个人，不是，这能输吗？这个角色是真的强啊！我跟你讲，一堆人说什么最近一堆掠食者中路辛吉德都在学史丹利，怎么他们不会？他们真的不要这样子！我跟 你们先去 NG 练几场，真的，你们不是史丹利。我们呼吁各位，不知道是死黑还是死粉啊，啊不要来 rank 乱戳人哦！你们先自己去练几场，真的，我都这样讲了、啊。你不是史丹利，他超臭屁的。不要再这样子，有人终于要流连忘返了，终于要减肥了，给你买鸡胸，香港死黑啊！你们不要流连忘返了，这些人都不是我对手，下去吧，一毒就毒一千呐，吸血鬼只在中路看戏啊，看一看看一看，他也不会赢啊，我跟你讲，会赢的话就是他运气好，真的，我们的星级的水平就是这么高，就这么的高，我纵眼望去看了一下队友的水平。我这把不上课是不会赢的，我不演了，不演了。换了叠书以后，柿子就要挑软的吃。像这种葛雷夫带个冰心的，我们绝对先打他，他绝对不是我对手。哎，你没了，你的游戏结束了。抱歉啊，你全都是误防，你全都是误防，不要伪刀啊，让我叠书啊。我爹死！哎，那也太多人了吧！叠速加二，叠速加二，打不了啊！干嘛还要砍塔？我不知道打完小，不过算了，好像也没很亏。无情屁男，进进出出，无情进出，翻说自如，看，太无情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能让我们输啊！我是时候了。抱歉啊，太毒了，辛吉德，你真的太毒了！你怎么还停下来啊？干，你干嘛停下来啊？真的、啊？你不是吧？你停下来干嘛？刚刚你们看到吧？他停下来了。太毒了，辛吉德！哇，太毒了！不能让我们这种星级的输吧？干，这还能更强吗？你看到更强的星级的吗？不要这样啊，真的队友，你们真的不要这样，我承受不住这把会输啊，这把输了我怕我再也不想打开这游戏。嗯，这什么鬼伤害？我快五百 AP 了，好不好？我快五百 AP 了，好不好？爸，这是我一个在 C 耶，我一个人独自全场开 C 的局耶。哎、欸，宝贝，我觉得可以追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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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无情，真的很无情。猎食者就他妈这么无情啊，各位！弹过来，哎、欸，血鬼下去，下去喽，血鬼，再来，哎、欸，慢，我还在砍塔，被我看到了。一面倒啊，各位！神出鬼没！啊，不要这样啦、啊，你还是要死的。哎，跑这么快啊！跑这么快啊！很勇！哎，投了，不给杀！哇，什么水平？干不给杀？不给杀、欸！哎，哎，
太无情了，这个屁男。队友送慢一点，我 C15.3， 这么强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分数没怎么变得太大，真的很莫名其妙。伤害又是全场最强，伤害又如同本。感谢 UP 直播赞助播出。史丹利，干你老师！我放眼望去啊，史丹利，对于角色选手，史丹利，该不会又要赌了吧 ？DSG 要是世界冠军，我赌100万，感觉又要赌啦、啊，这很北蓝呢。史丹利是很不爽啊，其实我一直不太懂史丹利笑点在哪。史丹利走上去挂机耶，不想赢是不是？那到底想怎样啦？